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解马舵编程实训操作。本任务主要完成把长方形物料从指定位置搬运到目标位置，并进行马舵。完成此项任务需要四个步骤。第一，安装夹具。本任务选择吸盘夹具，已安装到机器人本体。二，建立并使用工件工具坐标系。本次任务选用工具坐标系15，工件坐标系14，并已经标定完成。具体方法这里不再叙述。三，试调编程。任务分析。如果用之前所学知识，搬运四个长方形物料需要分别校正抓取点和安全点。四个长方形物料即需要八个点位，需要试校，放置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下八个点。这样操作非常麻烦。本次任务我们选用偏移来完成。我们只需要校长方形物料一的抓取点和放置点。在上课之前，我已校好这两个点，分别存放于寄存器 LR80 及长方形一物料的抓取点， LR83 长方形一物料的放置点。位置的偏移，我们还需要知道每个长方形物料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偏移量。长方形物料一放置点与二之间的距离为42。物料抓取点和物料的安全点距离我们设置为50。长方形物料一与长方形物料二放置点之间的距离即为长方形物料的宽度30。长方形物料一与长方形物料三之间的放置距离为20，及长方形物料的厚度。下面我们来设置偏移量。选择菜单显示变量列表，选择 LR 寄存器，这里我们选择序号5678，已经设置好。 LR5 为 X31， 即 X 方向偏移31。具体方法为X 我们输入31， YZABC 全部改为0。我们用相同的方法设置 X42 偏移量， Z50 偏移量， Z21 偏移量。下面我们进行试校编程。程序我们已经编辑完毕，我们现在通过运行来讲解每一段程序的作用。打开齿轮，选择单步，点击运行，接 J20 第一步，机器人回到原点。 J20 等于0，赋值变量R0 等于0，在我们循环体中需要用到变量 R0， 同时 R0 还
是我们循环次数的计数。While R0 小于4即循环条件， R0 为0，一直要到 R 等零等于3的时候才跳出循环，即循环4次。 LR800 即把 LR80 的 AX 值赋值为 LR80 的 AX 加上 LR6 的 AX 乘以 R0， 第一次 R0 为0，所以 LR81 的 X 就等于 LR80 的 X， 即我们第一个长方形物料的抓取点。 LR82 等于 LR81 加 LR7， 即第一个长方形物料抓取点的安全点。下面运行到长方形物料一抓取安全点，到达抓取点 DO12 on， 打开吸盘 Wait time， 等待一秒。 LR82 回到抓取安全点，if R0 等于0 or R0 等于1，判断第一层放料，如果是第一层放料，则 LR85 的 X 等于 LR83 的 X 加上 LR5 的 X 乘以 R0， 第一次 R0 为0，所以第一次的放料点没有变化，就等于我们视角点 LR83。 LR84 等于 LR85 加 R7， 即 放料的安全点。 else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进入另外一个地方。这次我们 R0 等于0，所以这个地方用不到。 LR84 运行到放料的安全点，运行到放料点。 等待 0.5 秒，放开工件，等待0.5 秒，运行到放量安全点。 R0 等于 R0 加1，变量 R0 加1，进入第二次循环。第二次循环中 R0 已经等于1，所以 LR81 的 X 方向将加上 LR6 及42乘以1。 LR82 等于 LR81 加 LR7， 即到达第二个物料抓取的上方，运行到第二个长方形物料抓取点上方，到达抓取点，抓取物料，延时一秒，回到抓取点上方。此时 R 等于1，即还是进入到第一个 if 循环，这里不再讲述。第二次循环完成，
20等于20加1，即20现在等于2。进入第三次循环， L281 的 X 方向偏移量为 X280， 第一个长方形布料加上 L26 的 X 方向乘以3，所以偏至第二次。现在 R0 等于2，所以进入下面一个异步循环， L286 的 X 坐标等于 L283 的 X 坐标加上了 LR5 的 X 坐标乘以 R0 减2，即为偏值量等于第一次放置物料的 X 点。 LR585 等于 LR86 加 R8， 往 Z 方向偏移长方形的厚度。 LR84 等于 LR85 加 R7， 即放置的安全点。运行到第三个长方形物料放置的安全点，到达放置点，放开物料，进入第四次循环。机器人回到原点，本节课到此结束，同学们再见。